Hello， 大家好，我是疾风。今天的影片呢，要为大家带来一款号称是 Discord 上最大的 Web 3.0 社群 Tatsumiko。他们是主打 RPG 的炼游，玩家们将可以透过 Discord 手机以及电脑来进行游玩。Tatsumiko 是由 Tats.gg 所开发的，而这个团队是专门为了研究 Discord 社群游戏化而创建的一家公司。早在2016年，他们就发现到 Discord 用来发展 Web 3.0 社群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开始打造可以在 Discord 内游玩的小游戏，目前也成功协助经营了140万个 Discord 社群，吸引了6000万个使用者，可以说是最熟悉 Discord 的团队之一。他们的最新炼游作品 Tatsumiko 也相当受到市场投资人的关注，更在今年6月宣布总共筹集了高达750万美元的种子轮资金，其投资方包含 Binance Labs、Animoca Brands、Delphi Ventures 和 Defiance 等多个区块链产业相当知名的机构。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众星追捧的炼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请先开启下方 CC 字幕。如果你也对区块链游戏有兴趣，我们每周都会定期更新资讯跟大家分享，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一起聊 GameFi、 NFT、 元宇宙各种话题哦。Tatsumiko 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角色扮演类游戏而已，开发团队更希望让玩家毫无限制的体验游戏带来的真实快感。玩家只要加入他们的 Discord 社群，就可以使用多种装置进入到游戏场景。Tatsumiko 里的游戏世界称作 Aelia， 玩家可以在里面借由打倒各种怪物来提高等级，赚取经验值与奖励，也可以透过社群内的聊天频道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比起一般的 RPG 炼游，透过打怪炼等或是如何 Play to Earn，Tatsumiko 更希望玩家能在游戏的世界中与其他玩家互动，共同建立价值。如此特别的社群文化，再加上建立在人人都在使用的 Discord 这个特性，想必 Tatsumiko 能够吸引到不少对 Web 3.0 怀抱憧憬的玩家。根据官方统计， Tatsumiko 目前已经达成每月6万名活跃用户与450万笔的交易记录，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只是这样还是不够，为了要满足更多玩家对 Tatsumiko 的期待，官方将在近期推出全新的版本，更新的内容包含冒险式的游玩风格，例如组支线任务、玩家相互合作模式，以及最令人期待的游戏代币奖励发放。另外，官方还预告将会在今年7月推出名为 Ethereal Puzzles 的虚拟土地，借此拓展游戏内的资产价值。相信接下来的更新应该能为游戏带来不少话题性。虽然几乎所有角色扮演类的游戏都需要玩家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整个游戏，不过 Tatsumiko 却反其道而行，开发团队深深了解到，如果照传统游戏那样需要不断花时间解锁各项关卡或功能，势必会迎来玩家的反弹，甚至对整个游戏感到失望。因此 Tats.gg 在开发 Tatsumiko 时，结合了其他同类型游戏的精华，也就是盛大的故事情节、游戏角色的冒险探索，以及团队最擅长的完整友善的社交系统，让游戏更具社交性与可玩性。玩家们可以在 Aelia 世界里体验到各式各样的游戏功能，包括像是全自动战斗画面、击倒怪物获得对应奖励、组建队伍闯关等等常见的 RPG 游戏模式，以及游戏内部资源采集、NFT 收集、Play to Earn 等炼游赛道的核心理念。综合来看， Tatsumiko 就像是将传统 MMORPG 与 GameFi 强而有力的结合，既保留了前者的社群共识，同时也加入了后者边玩边赚的价值。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开发团队 Tats.gg 对整个 Web 3.0 世界的发展可说是功不可没，他们秉持着开发的热忱以及专业能力，为玩家们带来优秀的游戏作品。团队内的成员过去也参与过像是 Final Fantasy、 Wafu、 Soul of the Stars 等经典游戏的开发，而身为 Tatsumiko CEO 的 David Lin 曾经在一次公开的采访中表示，一个游戏的社群发展重要程度日渐提升，因此我们也很期待游戏更依赖 Discord 来凝聚社群共识。我们的团队利用构建 3A 级 RPG 游戏的丰富经验，以及持续性代币经济的 MMORPG 直接构建在 Discord 上，来解决传统游戏用户无法获得的游戏资产保存以及互操作性。以这样看下来， David Lin 的发言充分展示了开发团队对于社群之余炼游的重要性，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原本主要开发和经营 Discord 小游戏的他们会决定开发出这一款基于 Discord 结合放置要素和 RPG 模式的区块链游戏。游戏背景建构在一个名为 Aelia 的世界当中，玩家将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民，展开一个全新的人生旅程，
在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里，玩家要不畏艰难的冒险探索，才能找到生存的机会。在玩法上，玩家们可以选择收集各方资源，为自己和伙伴们建造牢固的建筑，也可以和三五好友共同组队前往地下城打 BOSS， 获得宝贵奖励。如果你觉得你边缘人独立作战过于孤单，还可以培养宠物作为你战场上最好的伙伴。每个生活在岛屿上的人们都将过着各自丰富璀璨的人生，不受他人左右。在这趟人生的旅程中，只有自己能当自己的引路人。根据 Tatsumiko 官方公告的路线图资料，个人认为游戏团队想打造一个健全炼油生态的决心可以说是相当的坚定啊。路线图上的目标设定都划分得非常明确，而在进度上也确实依照前中后阶段合理的推出该有的规划。在早期阶段呢，团队希望先完成 NFT 及代币应用，包含 NFT 质押功能，治理代币的公开销售，这与其他的炼油差异不大。再来是游戏内部的应用拓展，资源采集及社群建造是团队比较重视的两个部分，虽然并不算在游戏故事的发展核心，却可以透过巧妙的安排激励不少潜在玩家投入游戏，算是一点帮整个游戏加分的小 pebble。 至于后半段的发展， Tatsumiko 则是想要建立到，毕竟到了游戏发展后期，通常都会累积一定数量的忠实玩家，如果能将这些玩家的贡献放大，想必对于整个生态来说是会带来正面影响的。除此之外，官方还将开放 NFT 制作工具，让更多用户能够自由化地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游戏资产。假如作品受到欢迎，也有机会贩售给其他玩家，创造出更大的话题与利益。身为一款将游戏建立在 Discord 上的游戏项目，社群的表现一定不会太差吧。 Tatsumiko 的 Discord 社群人数已经有9万多人了，真的是相当的惊人欸。虽然 Twitter 的追踪人数只有1万多，但逼近6位数的 Discord 成员数已经不是一般炼油可以相比的了。有了过去开发 Discord 相关游戏的经历，我想许多炼油玩家光是看到这个 GameFi 挂上他们的名称，就大大的增加游玩信心了。介绍了这么多游戏内容，当然也不能忘了炼油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代币经济学啦。从官方白皮书的资料来看，这一款炼油和大家熟悉的 Sfinity、Steben 一样，都是采用了双代币经济模型，自己代币称作 MKLN，游戏内部代币则叫做 IGS。 治理代币 MKLN 总计发行10亿枚，主要功用是社群治理与未来的 MikDao 的发展，实际的应用价值其实跟许多区块链游戏一样，都是透过质押来获得投票和其他治理功能，对此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再来是游戏内代币 IGS， 玩家可以使用 IGS 代币来取得转蛋资格，在一定的几率下可以得到强大的英雄和装备，其实跟传统游戏买点数抽奖是差不多意思啦。放心吧，身为一款区块链游戏，我相信这个几率绝对会正确公布的。诶，这绝对没有偷凑某个水果的意思哦。而 IGS 代币的主要取得方式则是透过参与游戏来获得，比如说击倒 BOSS、 完成任务等等。因此如果想要让自己拿到更有价值的稀有物品，就得要多多参与游戏以及游戏内的各种模式啦。在代币分配比例的部分，官方还没有公开，所以这个部分就先打个问号。不过官方特别在白皮书加注，持有创世纪 NFT 的玩家将可以在未来优先获得治理代币 MKLN 的空投。听到空投两个字，我想所有观众一定都比我还兴奋，至于数量有多少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咯。来到最终评分的部分，其实我对这款炼油有蛮好的印象，不论是背后团队过去的经历，还是炼油的投资机构，都算是相当的亮眼。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白皮书的部分，团队在白皮书方面呈现的相当完整，能够让潜在玩家及投资者对于这款炼油的发展愿景一目了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官方网站上的某些小图，游戏实际画面有可能会是像素风格，而不是像网站上呈现的日系精美画风，这一点需要多留意。因此最终评分我个人会给予4分的评价。看完今天炼油介绍影片，你是否对 Web3.0 炼油市场有了更大的游玩热忱呢？还是 Tatsumiko 的哪个元素最令你过目不忘呢？欢迎你在看完影片后告诉我们哦。最后老话一句，在影片中提供的资讯并非金融投资建议，在入场前大家一样要做好自己的功课，评估自身的能力哦。我们下集会再介绍更多有趣丰富的区块链相关内容，以及可以边玩边赚的区块链游戏给大家。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开启小铃铛，就可以获得最新区块链相关资讯咯。
我是疾风，我们下集再见。